记忆中有一挂小点心，是一摕到就充满怀念甲故事。麦芽糕甲蜂蜜，拢是历史上上古早的甜味的来源之一。深山内飘来清清的糖仔香，这是水里独一无二的甜蜜滋味。寒天山顶天气较冷，加姜汁的乌糖是另外一种风味。这款有历史和爱心的手工乌糖，应得讲是浓缩了一年的内山好滋味。每礼拜五暗时10点，花师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那一味。